天我们去了故宫和国博，今天我们在颐和园。颐和园在北京的西北方向，交通方式仍然是地铁。北京旅游不太需要报旅游团，几乎所有景点地铁都是可以覆盖到的。没有晒真的好看。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。不是真的，你看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其实要更好。在拍水的时候，其实下雨天往往并不一定会差。好吧，水还挺清的。对，这就是个大公园。嗯，这中间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所以我说不划船其实时间挺快，就相当于走个几公里就到了。就是走完了。对，划船就另当别论，船就是在上面就可以待一个小时。真的啊？嗯，往哪儿走啊？随便吗？咱去走那湖边看看去吧。咦，小鸟，这生态很好呀。这么大呀。啊，哎，那个不跟那个杭州杨公堤很像吗？是，就仿那边苏州和杭州的园林造的，是吧？所以是大园林啊，但这个大多了，这波澜壮阔的。咱们能上那条街上去走吗？从哪儿走啊？我们是从西门进的。对。我也不知道。冷啊，今天好冷，换季了，北京的天气就特别难过。上礼拜还30呢，今儿直接干到20。今天主要天阴，不然白天应该挺热。这两天白天早上中午的时候不挺热挺晒。昨天我早上出去买吃的，我热死。走一趟。真的吗？对。这树都烧过。这些可能是后来烧的，防止它腐坏。最好的办法将它一侧给烧了，然后填石灰填泥，它就可以堵上，它就不会再坏了。对，还有这说法。对啊，杭州经常你会看到那些护林员去烧树，大喷，对，拿大喷的那个烧那东西在这一顿烧，有虫子上面什么的啊，把这老树给老给咬，被虫子给都腐掉了。还这样啊？对，烧完之后拿水泥糊。嗯，来从这个缝儿里看看。跟偷看什么一样，这就是仿杭州西湖的。嗯，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水有啊，都水面都是藻，对，是东西。哇，好多好多黑天鹅，那是黑天鹅不？对，大鹅。偷窥窗口，应该是这么写。候鸟观赏口。哦，有时候会有鸟。哦，嗯，怕打扰鸟吗？这是。要不要拍个照吗？我不拍，没事。这一区域是不是就是养鸟的呀？因为它不走游船。鸟应该不少。嗯，没多大呀。这好像没有那么大。我跟你说了吗？是啊，这才看地图呢，走过来交汇的地方已经过来了。他们一会儿可以从那边坐船过去。行，走累了就坐船吧。对啊，跟西湖很像。很像吧。没人，人不多，就礼拜日还。你看人家都叫湖，就他这儿叫园。对呀。说明他收费。哎，能不能从这儿理解呢？它是鱼，它本来就是鱼，它这个还是人工造的，啊，天然的，不是。然后咱们要认错小孩。哎，这边可以坐船走啊。30。这是个什么地儿？这是啥？虚名万象。石头，但是不像那个苏州那种弄得很那什么。哦。好远呀，看起来。是不算太近。是吧？这么走得深走。一个小时。对。有点远。你选的是长路啊。是。是长路啊。
他们好多妃子，那个皇上也会把妃子有时候还来这住两天，是吧？啊、对，嗯，老弄过来。那会儿从就是个寝宫，从故宫到颐和园，他们走了俩小时抬轿子。我觉得不够。不够。嗯。啊，我们现在坐地铁还得好久呢。柳桥情有序，下一句。走吧。他不会，他不写，我也不会。哎、你看这里写的脸特别好看。不、哦、是哎，来拍拍吧。长在角落上的。哦，西堤，仿苏堤而建。西湖苏堤啊。啊。风格上也感觉像。啊。侧翼上面有紫色的，紫色特别亮。这是淤泥啊，别往那走，看见没？这个紫色特别好看，看见没？那个紫色。越坐坐，他越走了。这真的是鸭子吗？是鸭子。哎，那是鸳鸯。那是个鸳鸯。哎，对，哎，看见鸳鸯了。鸳鸯不成双成对的，那一只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刚也想说，怎么有一只落单的？对，怎么还有个落单的鸳鸯？哎，三位一直在梳理毛毛，鸳鸯果然比较好毛。但那小岛怎么上去？上不去。对。引导小岛。而且你看，那它虽然有亭子，但上面就是不让你上，都已经长得没有路了。没事也不让你上这东西。与世隔绝谈谈事儿挺好。你要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？的那种，那就说明过了。不行，下去得扶着点儿。天津大爷搁这儿跳跳了，他们那个就有点滑呢，感觉。太阳出来了，我有点晕高。我怎么觉得这儿比西湖要好看一点？因为它比西湖小。对。这下雨，西湖你没赶上。而且你看这个前中远景都有，远处的山也是朦胧的。就是它这个好像更近，就是两个岸中间的距离更近，更好看。小奥没有，我觉得差，我觉得不行，缺细节。这还缺细节呀、啊？多好看呀，那个堤。你觉得好就好。你已经放弃了跟我争论的这个权利了吗？嗯、对，不，我就放弃跟你争论审美。很有趣的，美学的这个东西就是差，大家是有绝对共识的。但是美没有。他们也得不停的进修。哇，这是北京吗？哇，这风格好不一样啊。他们也得不停的进修。站着。咱们刚才那个静桥练桥过来的，我们就从这里、我们从这边一路往这走、我们现在在这儿，我们叫这边要进去，然后再往这边走到那个就这个中间、我一直记不住叫什么，然后北边出去苏州街、去那些对吧，对，其实就是你看过那么那几个湖之后，你我个人觉得哈，你再见这个还是不一样，还是觉得挺漂亮的，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，它显得更漂亮了。北京这个，那还有可以自己游哎，这不是自己滑吗？自己滑的，好累的，别玩这个，我会被弄死。啊！我出去，我能不能滑回来，我都担心。不让进。快点来！过了十七孔桥是南湖岛，这里有一座龙王庙，这个岛上没有特别景致，可以远眺看看各个角度湖对岸的景色。太这也太疯狂了吧，我都能看见那个就那儿，而且是大家一起坐的，应该很慢。这个颐和园的船也太贵了。哎，走吧。太贵了，还是腿着吧。就去逛来逛景点，然后从北边进去就走了是吧？因为南边那些其实不是啥，啊，不重要。是这边游客明显多。
从南湖岛到颐和园博物馆并不远，如果已经去过故宫里的博物馆的话，颐和园博物馆可以不用过来，展示的文物和故宫里的差不多，但这个小院子本身还挺有意思的。从博物馆出来继续往北，可以路过德和园和乐寿堂，这两处地点也是在颐和园联票里的。颐和园门票30美人，联票60美人，第一次来还是很建议买联票的。联票包含这几个地方，除了德和园我们错过了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佛香阁和苏州街这两个地方。过了乐寿堂，沿着湖边继续往西走，就可以到达排云殿的入口，从这里往上就可以到达佛香阁。台阶是有点陡，但是不是很长，到了最上方向下远眺，美景一览无余，这个角度的颐和园真的是太美了。这里不太方便的一点是需要原路下山返回，沿着湖继续往西走，还可以看见夕阳下的石舫。逛的我觉得最好是、啊，不过这里我一直给你推荐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是挺好的，因为我觉得属于数二好的地方。啊，对，是。那就造成这样。青雁坊。对啊，是这个。哇，烧毁了。重建成洋和清海燕，原来是中式的，阳光正城市是。的确不错。我一抱着他高高响。趁现在没人，自己都跑地方了。是。景色好得很，一会儿有人，我再早点来这儿都不好看了。全是人是吧？能开吗？这个船不能开啊，那就是一个装饰，让你觉得在船上。哦，上去可以吃饭啥的吧？对。你啥时候退才不会失效啊？你要不现在退，怕一会儿退失效。哦，今天一天都行。北京这点好，就是你当天不去，当天都可以退。嗯。所以你知道国博他们不是有约不上的吗？当天去等去。因为国博过点他就进不去了，对，好多退票，然后他就能进去。这都已经要出去了啊，走过啊。对，这咋办？得往回走，往这儿走，去北宫门。哦，那不是走那条路吗？北宫门是那条路吗？那关了。不能不能，那是出口了，走，往那儿走吧。走小路啊，这边好多马。对，小路让走吗？不让。应该让走。看着能走。哦。还有好多梦。这个吧。是吧？错了。对。你把他吓跑了。没事。我不是要吓你的。你猫长得还不错。很肥。小咪，你别挠我啊！我就路过。这大柱子，拿起来，会不会毁？对，走吧。前面好长的一段墙。这路，这走，那应该往那儿走是吧？对，会主路吧，走。对。走吧，下去。就要收费的，然后在联票里头，所以来这儿就买联票就行了。还好走。
哎，这不是出口吗？哎，这就扫了一圈儿，我啊，又就是进口又是出口，啊，苏州街。这谁我忘了，是乾隆还是什么？就是造了一个，就是他喜欢是吧？沿河造了这么一个景致。啊，拍拍照挺好，但也没别的东西。这不就是沉浸式体验吗？对，你看那会儿，这是需要成本的。划船那种，小桥流水的那种状态。啊。对。但他没有 get 到核心点，水不能那么宽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都是窄的。对。现在好像这里都不营业了。其实就走一圈，你这个。嗯，哇，还挺漂亮。后来好像这边是不是想改商业的那种，就是步行街什么，好像没改。不知道啊。改了。那看对面有些什么好像那种什么店铺。这不能改步行街这地儿。改过一点。对。这儿演 cosplay。这个风格很有北方特色的江南园林。但你说吧，因为建筑它又有很有北方的特色，对吧？对，对，天然产生的，所以只能窄小。嗯，它这又造那么宽。对，也是挺好玩。原啊，这有，乾隆时仿江南水乡而建，清代帝后逛市游览。明年重建。哦，好吧，九零年的建筑啊。就说白了，皇上逛的市都是假的市，都是真的。对。嗯、无经营性商铺。嗯、这卖东西的原来都是、嗯、都是宫女和太监嘛、嗯。然后皇上要来逛逛街。所以皇上根本没有正经逛过街，都是逛的假街。皇上这还无趣啊，我想逛苏州街就能建个苏州街，我想那建个喜欢逛东北的哈尔滨大街，是不是我也可以建。但是你不觉得他就像自欺欺人一样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，这反正看怎么想吧。对。哎，罗拉来看你也没带点吃，这儿有，他们自己有。哦，有人喂啊？估计有专门的喂啊。这儿的猫真的体型很大，都对，也不怕人，啊，生活环境又好，对，也不怕下雨，对，真好。真胖啊！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慢慢吃。好，从北宫门出去右手边一直走就有地铁，很方便了。买票的时候我发现这么一条，周一这些联票里的付费景点会关闭，所以时间允许的话尽量不要周一过来。颐和园还是非常值得的，仍然是可以消磨一天时间的地方，可以自己带一些饮食。颐和园距离五道口非常近，五道口美食很多，从颐和园出去可以去这里找地方吃晚饭。一天又结束了，祝大家假期愉快，拜拜。